네. 跟小哥哥去夜市吃吃逛逛，有人跟拍的日子太幸福了。先来一份麻辣烫，让串串温暖我的胃。夜市特种兵是连汤都可以喝完的，人太多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位子。逛夜市就是吃完咸的，吃甜的。网上很火的芋泥冰，一不小心偷师学会做了西瓜封层。谁来承包第一口啊？原来是我，好吃住了，夏天可以经常去。看到了泰式奶茶就走不动了，是倒在袋子里的。这个打包手法我的眼睛会了。听懂了吗？谢谢。让我戳戳戳开它，当街喝袋子我也太酷辣。哦，莫我莫遇到热奶宝了，之前在家学着做过来尝尝专业的。还是挺值得一炫的。以下是今天的摄像工友我家小哥哥的晚饭，这个肉夹馍怎么滋里滋气的、有遇一只陪主人吃饭的修狗，看到排队就想试试是什么心态，原来是煎饼狗子，这么丝滑我配学吗？酱料在旋转跳跃，来都来了，再尝个灌蛋吧。这个蛋黄就像我今天的胃。泡温泉，上岸。谢谢。最后挑一束花，夜市特种兵回家。